36小时的一个排练，担心他不能完成任务。我认为他们已经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了。我觉得不要小看任何一个小朋友，就希望看看王涛老师能不能把他们培训好吧。我们也很期待晚上的表现。我严格的要求他们，但是结果无论是零还是一我都可以接受。不知道，我真的心里还挺没底气的。他也不是比赛，我觉得他都是非常美好的经历，我觉得这个是更重要的。哎，快快，太好了，赶上了，赶上了！哟，这漂亮，真帅，真帅！我想要快点上台，我不行。啊、加油，宝贝，保持微笑啊！明白，加油，耶、yeah ！还有点紧张，我的天呀！尊敬的各位领导、各位嘉宾，还有我们双林镇的父老乡亲们，大家晚上好。我是张萌，今天呢，我们用最嘹亮的歌声表达心底的声音，用最美妙的舞姿跳出心中的喜悦。我宣布，今天的晚会现在正式开始。我们今天的开场表演啊，是一个很神奇的组合，他们当中年龄最小的只有3岁半。欢迎合唱表演，超级牛牛牛！表演者看我合唱团，大家掌声鼓励一下吧。